就是我的提管机啊。我是没有什么失职的，没有这个棒，我都感觉不出来是师父子坐在那里。但缺点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对他有一点陌生。我和狼住在一个屋里，这不可能啊！你让我在这里待一个月，哎。他到农村他死定了，我跟你说。打死我！打死我！你夫宝变形记现在继续。鬼子，给我鬼子，鬼子你说，鬼不鬼？鬼子你说。路好，路这个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我的啥？你们林子干吗？林家？你家的情况怎么卖的呀？卖手机啊？那我们两个没的。你要是这么不讲真，我两个不直接没的，什么好话给你讲的？梁家明要爸爸给他买一部新款手机，并发去了一条气势汹汹的短信。要是今晚上还不帮我买手机，那他就等死的。在外奔波了一天的梁爸，断然拒绝了儿子具有威胁性的无理要求。干什么？想干嘛？牛逼是吧？啊，老子早就想憋不住这口气了。送你一个字，滚！看着就烦，跟个病菌一样，就是和仇人一样的，一点就炸了。你没得这个家，你真的不像话些是不是？像什么样？你像不像话？你瞅我瞅你，你像多少？那没办法，我们也只能是拉着，就像仇人对仇人一样的，他根本都不觉得他爸是一个亲人。我就躲了他去，整个世界都瘫痪的，我家没人又看得起你，你个不要开车了，不要我。猜到了吗？猜到了。我就感觉不出来是师父子坐在那里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东西。打了他以后，心里也蛮难过，在那之间就很彷徨，出手就错。我叫做娘主家，你一定要晓得的。我就去派出所啊，签合同啊，断绝父子关系啊。妈妈都上了下跪了。不想查杀，那你说我做母亲能不痛心吗？很难受的。最容不得我妈哭，而且为那还要我为那贱男人哭。我觉得我妈掉一滴眼泪，就是需要我去用一颗拳头去偿还我爸。啊，我们俩真的没办法再说上去，不想说了，真是。我的世界只有一个朋友，我的世界也只有一个敌人。两点半，我叫他爸爸，做梦去吧，滚！没有这个爸，他只是养我的一个姑爷，他凭什么就叫他爸？我们想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到农村变形。去不了，因为我们
能走出来。我讲这个。哎，嗯，没事没事，好，谢谢哈，好。我叫管叫管经理。喂喂，哎，嗯，嗯嗯嗯，好啊。手机收掉啊？怎么样？不会吧？有点不能接受。别的，我真的倒还无所谓。去了没有钱？嗯，没有钱，没有钱怎么过？没有钱不是没有钱怎么过呢？没有钱那怎么行？我叫装钱，我讨厌装，我喜欢钱。让我难过，真的要傻，可不可能别的气你有多少，真心没有少，随便吃随便吃，好不好吃啊？不好吃全撤了。这个出手阔绰的少年就是本期变身的主人公庄钱。取这个名字就会让我财源滚滚，然后金钱连绵不断的放我的口袋里。苹果六 Plus 128G 到了吗？苹果六 Plus 微信呢就会在下面显示苹果六 Plus 128G，对，很有面子，知道吗？屌爆了！庄钱从小一直到大，什么东西都是我一手办的。起来，我要把他衣服要给他找好，把饭做好，给他端上去。平常就是不给他挤牙膏，他也不刷牙，也就星期六、星期天他休息，牙也就休息了。做家务。哈哈，不可能的，爱玩爱打扮爱穿，太潮了，我有一点跟不上节奏了。缺点，那缺点不是太多了吧？因为庄钱经常以各种理由逃学，今天妈妈亲自押送他去学校。读书有什么用？你有没有考虑？反正我是不想去上课，我也不想起来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读书真的不行。嗯，那你是学生，你想做什么？哎，你自己学都学不好，你说我？我那高中谁是替我上的？你上过高中吗？我在泰中上的高中，怎么？狗，你在狗？初中没上完你就结婚了吧？看这一群傻逼样的，傻逼。中的战斗机都是一群奇葩，我去。喂，家里家里，找同学下来玩。他们人呢？跳，主任来了，主任来了。上楼吧，上楼吧！来，过来！你到哪去？到过来！请站好。叫你呢？我是叫你。哦，叫他。叫你。他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陈俊成。装钱吧。现在什么时间？现在我看一下啊，10:20。10:20上课时间吧？对。上课时间该干什么？我每次都这个点上厕所。该干什么？该上厕所。请你严肃认真地考虑一下问题。看书。之所以定进了有效规。我也回去上课。你在哪里？这边。我的印象你不是那个班呢。我在这边。我刚想起来，对。来的。我像一只小鸟，飞来飞去，高高
路。你看我爸没学过习，赚了那么多钱，他就是我的提款机啊。被儿子称为提款机的庄爸，是安徽一家医药物流公司的老总。近几年忙于事业的他，与庄前的交流少之又少。爷俩就是在一起，沟通的少，不是很喜欢和我接触。即使碰到一起了，妈就是站到那个地方觉得，你说的，妈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妈特别的烦，真的很烦。反正就不想和他在一起，对他有一点陌生。很少真正的是说坐在一起能待上那个一小时两小时，所以就是揍他的机会都没有。为了少生气少冲突，庄爸选择了最轻松最有效的办法，砸钱。给他七，哎呀有钱拿，给你泡一碗方便面就500块。醒不上600块。六百。哎，等的时间太长了。想要钱可以，现在给你讲道理。说道理就再加点儿。不会吧？行，我先喝点，喝点。行，再见。啊，太爽了！知道了，好。一个月你像工人也就是不到2000块钱，一个月才花20000得10个工人的钱。长时间妈妈的娇宠，爸爸的放纵，让庄前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。前段时间我也听说嘛，妈是打了别人，妈赔了10000块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逃学打架勉强还能接受，但庄爸无法接受的是孩子变得越来越冷漠。别在这面前晃悠了，你走吧。不行，妈妈给你撤。操，马上回家，差一点分你。操，把钱付了。那我就走。把钱付了。前段时间呢，他母亲得了病，淋巴癌。哎呀，当时我的。真的是体贴，我以前我头上从来没有白发，啊，很少，但是我这几乎两边都是白发。怎么说呢？我从我们俩结婚到现在，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一双袜子，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老婆给我打理的。医生说你不要生气。因为生气相当于一次化疗，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如果再生气你的命都没有了。就现在医生让我3个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他毕竟还小，还有一个父母嘛，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嘛。如果我现在还不去管他，这孩子以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还是自己的孩子。作为父亲，这是父亲应该尽的责任，不可能去放弃。梁爸梁妈在桂林打拼多年，事业早已有成，但为了不给孩子家庭幽怨的感觉，他们选择了穷养的教育方式。男孩子要穷养，去娘的，神经病啊！思想这么封建。看我妈开保险柜的时候，大概数也蛮多张的，60多张银行卡，每张大概都过100万吧。
啊，再我妈一顿。早上写的有没有？服务员，谢谢。哎，就这些。有必要当着没有？吃不了你给滚啊！没钱怎么买的？我吃饭都没钱了。七千七千两百七十三。你开玩笑，真的是，一样都不给买。我们走。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来炫富是吧？坑你要炫富。老实人老实我你，等会儿。像那种人老实我你。那条内河，你就绕了湖里有好多条。哪有多少？我们走。妈，妹子，你这么慢。老子有没有文化关你屁事啊？你神经吧，姐姐？怎么着？是不是你喝酒了？那你听我的话。我跟你讲啊。爸爸爸。打我妈了！打我妈！你白光是不是你姐姐？你白光是不是？你白光是不是姐姐你啊？你跪到吗？喂，你跪给我跪到！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儿子为什么对亲生父亲下此重手。我们更不能理解一对亲子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而这两个男人的战争，最终伤害的是一个女人。你们两个打的时候是受的是皮肉之苦是吗？那我是痛在心里了，那种味道。尽管梁家明如此的伤痛人心，但是考虑到儿子长身体的梁妈妈还是经常为他做虫草肉饼补充营养。这个虫草多少钱一斤呢？10万左右吧。这个是可以提高免疫力嘛，给他增加点营养吧。父子俩已经很多年没有同桌吃饭了，此刻梁爸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做别人的你不伤心，伤了我！你们是真牛逼！一人扶一个点，你能把我到旁边吃？我吃过了。你在哪里吃的？外面。喊那么大声干嘛？你煮那么多干什么了？你妈今天做你最喜欢吃的，搞什么样？搞这样不做，你我来做样子，怎么做样子？你看不起我没要紧。过来吃的啊。真的不讲理，你妈做那么辛苦，那你给滚了，都理解你养不了你啊，死都搞不你讲，养不了你讲什么？
滚！他一直管是爸妈我做的噻。新一季节目，我们邀请父子共赴变形，视若仇敌的梁家父子，真的能够接受吗？父子。他肯定不愿意和我结。一起到一个地方，他不愿意和我相处。现在我和他住在一个屋里，这不可能。为了他，我愿意去。昨天在妈妈的苦苦哀求下，梁家明终于答应和父亲一起变形。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冷漠少年此刻流下的泪水，是对妈妈的不舍，是对父亲暴力相向的绝望，是对亲子共同变形的担忧，这些我们都无从解读。但从他真实滚烫的泪光中，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狂躁少年的一丝柔情，一抹孤独，或者一线希望。走不动，真的走不动。我都想人家从山上跳下去。哎，他是谁啊？刀具是不能带的。我不捅了。滚啊！我踹你脚是不是啊？真想不能踹死他，叫他回家做。做老子可以吃啊！现在这点火怎么能吃下去？渴望的背影。是寒冷的无助，伸出去的手握不住温度，藏了好多话不愿对你倾诉，攒了许多爱被时间凝固，一次次的伤就像谎言，最痛是怀疑。